他是以怎样的家庭收入？不是，他是自己电动的。没有，他是以怎样的家庭收入？如果看收入低过2000的话，就应该是免费了。是 based on 几兄弟还是一个家庭的收入啦？好像我妈妈是跟我弟弟，就是 based on 就他们两个人根据去看去照顾他。因为上一次我们申请那个。 他要我们亲兄弟姐妹的全部这样，因为人一多哈，他就会在说，为什么你这么多兄弟姐妹都不要照顾，就麻烦了。不过那个是我们特别安排的，就是说，电动的车，所以因为我们是要鼓励，做了电梯以后，是要鼓励像他们这样的老人哦，偶尔可以多到楼下去走走。因为说有时候人家没有推哦，他就不会下去了。啊，我那一个电动的，电梯车，试试看。在哪里申请？啊，在联络所申请。 好，我会叫他们通知你哈。OK 好。5217。5217，哈哈哈。谢谢。OK 啊，我们的杨医院，谢谢。我们先过一下。